是完成，现在我们就装片子。放一场电影，这是1960年出的黑白电影片《分水长流》的第四盘儿。搞这个工作就像小时候看小儿书一样兴奋。装片子每一步都有这个图，我们严格按照图来。一定要让这个抓片爪抓住片子，今天上午召集部与工农开会，你又没有去。